人近日在音乐银行中代班正在跑行程的恩采成为节目主持人，其中在采访环节时不止和 MMIX 一起跳起了舞蹈挑战，还和海源演了情景剧呢。네저희수록곡중에소냐르라는곡이있는데요컴마소소냐라는특이한발음때문에권모술수챌린지로심혜인씨가 MG 대표중한분이시잖아요、네、혹시같이쳐주실수있으실까요너무좋아요권민우변호사로스쿨시절별명이뭐였는줄알아권모술수권민우而在之后的直播中，慧仁更是透露，在后台准备时感到非常紧张，因姐姐们惊喜现身应援，还感动到哭呢。대기실에언니들이있는거예요와울음이나왔어요너무떨렸거든요진짜계속대본이이렇게덜덜덜떨고있었는데민지언니랑다니언니가응원해주러왔어요